大家好，今天我以这一个冀州珍百蔬菜做一颗悬崖。我喜欢悬崖盆景，喜欢它身处绝境然坚韧不屈服，努力的向上生长。去掉底部阴枝，只求三面出枝的悬崖盆景，强调干身的曲折变化，而取得前枝后枝的外向生长，是笔走龙蛇还是峰回路转，这些都由你决定。请帮我点一个赞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